等于导数，导数，来等于导数，等二 x 加二。所以每个答案都一行时要好像在抄答案。哦，你会发现我们的计算流程好像在抄答案。哦，我没 limit， 什么都没有，就好像一直抄答案。啊？这么简单吗？消化一下。啊？像不像在抄答案？像哈、哦，来再来一遍。y 等于 ln 相除 好，我干脆把它写成两团了、啊。我干脆把它写成两团 ln 一加一的 2x 减去 ln 一减一的 2x， 我准备换成两团来算，两团来算，我准备算了哦。y 排等于导数，导数 2x 乘三面微分一的 2x 乘二，减去导数乘三面微分负的一的 2x 乘二，结束了。这是第十一题。我先化简单来算哈，我先化简单来算，好吧？啊，相除零相减，好吧？第十二题，我今天这些都讲要讲完。第十二题，我下节准备讲三角函数微分，好，我可能先讲积分。因为不然积分没讲，这个好像怪怪的，总是不踏实。等于二分之一 ln x 平方减四 x， 来，这有问题没有 ？log 的化简是二分之一，大家还照前面来讲。当然三角函数也要知道三角函数的化简啊，是不是基本的，不然都不会怎么做。来，那这个 y 排微分二分之一导数，来消化一下，导数乘上面微分 2x 减四，来结束了。啊，我们消化一下，反正讲太快了都没消化，都是乱讲。来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啊，会了没有？还不会是不是？啊，你们谁不会？来来来，有没有不会的？有没有？这双学不会离婚的？有没有？你们有哪里？这个 log 微分等于分母变导数，那这里面有。那个 ln。哦 ，log 一做底就开始轮，那是上。不是二点七八二八做底的 log。这个。这个是跟 log， 你把它看作 log 好了，看作 log 好，啊，化简是一样，看作这个 logx 这样看，它只是一做底的，啊，不是十做底。再来。y 等于一的 2x 乘上 1x 加一负的，啊，这只是找把它还，一的 3x 加 1x 就对了，是不是？
他故意给你写两团，你翻成泰就对了。然后 y 盘等于本身乘高等于没有乘三加上本身。太容易，太糟糕！你感觉太容易，然后都没得中。第十四题，啊，可以哈、哦，可以，我再继续往下做。Y 等于 ln x 减一三方。加上，不，乘上 x， 不，乘上 x 加二五次方，你把它变成三倍 ln x 减一，加上五倍 ln x 加二，然后再来微分。结束，会吗？会吗？好，可以哈、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再继续说下去。先化简好，先化简好。第十五题，十五题 ，y 等于 ln x 乘一的负两 x， 是 y 等于 ln x 加上负二 x。那这 y 盘等于 x 分之一减二，所以出来，所以先化简再算不错，先化简再算不错。第七，慢慢的学会，不会就问。我已经快讲完了，我已经快讲完了。今天没有，就先讲其他的。终于。y 等于 1x 加上一x 的一次方加上一的一次方 ，y 等于本身。加上一拉再乘次数少一次，再加零。做给听，做太难了吧？做太难了吧？我题目太多，再过来。第十七题，第十七题。y 等于 log 三座底的 x 三方加三 x， 换底公式除上 ln 三，这叫换底公式。睡着了，看看这换底公式会吗？这可能上这个他上了累。来 ，y 微分常数照抄导数，导数，导数，上面微分三 x 平方加三，啊，抄一下，不然这个很乱。
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好。啊，可以了，看得懂啊。好，来，这个可能看不懂，再来，再过来，那个石头底的 y 等于那个石头底就不要写。2x 等于 x log 2 log 2、哦、注意哦，这 log 2这零零点三零一不是 ln 哦，那这个 y 派就是 log 2零点三零一结束了。20题太多题了。20题 ，y 等于10的 x 3方加 x，y 派等于本身乘上 ln 10是 2.306 乘上。3x 平方加一，哦，这个做太多人都会累，哦，可以吧？又来一题，你要先化简也可以，不化简也可以，不化简也可以。y 等于3的二分之一 lnx， 好，这样，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那 y 派得本身乘 ln 三乘二分之一乘 x 分之一，一个一个乘哦，一个一个乘。多少？就是这样。好了没？再一遍，指数函数等于本身乘 ln 底数乘上面微分结束。啊，干脆写一个等式好。如果 y 等于 a 的 x， 那 y 答案就是本身。乘 lna 乘 l 派 s， 好，把这个抄起来好了，就当做公式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这里面一直用这一个等式，哈，就当做公式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两个。第十八题没讲，好，第十八题漏掉，第十八题漏掉，很多层 ，y 等于 ln log 三座底的根号 x，y 派等于导数。乘 l log 三根号 x 的微分，那这个加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一层一层往内拨，这要换底二分之一 ln x 除 ln 三，换，那这个实际上可以换底。不要换底，还躲他抄。
乘上 x 分之一，这个 log n 是 x 分之一，啊，这个变成很团了，啊，还没做完呢，啊，一层一层往内剥，对吗？一层一层往内剥。很短 y 等于根号开三关，看起来好像很短，在数学上怎么解决这种相除，怎么变成这个，你就要用相加，相除变相加就是取 log， 这题比较短，你就变成LNY 等于 LN 这一团所以 LNY 等于三分之一拉下来乘三分之一拉到前面乘 LN 2X 减一加减第十哦数学上没加减最值必扣分不要管，哦，不行啊！加上两倍绝对值 x 加一，减掉 x 平方加二，这么长，然后再来 y 分之 y 乘等于三分之一。2x 减1分之2除 x 加1减掉 x 平方加2分之 2x 然后把 y 乘过来把自己乘了 y 那么长怎么乘了 y 就上面那一团哦，很团了，我做完了，哎，这种方法最快，再一遍，一道乘很多你不要土土的去算，两边取 log 它就解决了，交换一下，一道好多层啊，别忘记我讲哦，化乘除为加减就是取 log， 啊，化乘除为加减为啥写 log 呢？化乘除为加减，那很多乘除开方就变成加减啦。在，都是嘛。啊？哪里？哎，时间到了。哎，有，还有，啊？多，快。哎，我讲不完呢。还有几题？还有几题？看你们还一点。25题好。25题这题比较怪。好，25题这题比较怪嘛。好，来，你要换笔还是用莱布尼兹观念做？25题，两个都做。都做。时间不够啊，够啊，啊，三分钟啊，25题，哎，题目到哪去？25题，三分钟五六六八九点，不要做那么多，你们都听不懂，我结果只有我自己看懂，来好，把这个当作常数，这个当作变数。所以 y 等于 x 拉下来乘 x 拉下来乘次数什么？少一次，乘里面微分二，加上把这个当作常数，加上把这个当作常数，这个变数，指数函数微分等于本身上。LN 2X 加一乘上啊上面的微分一，结束了。再一遍，
把分母当作变数，指数当作常数，那些次数少一次乘里面一回，再加上把这个 2s 加1当作常数，那 s 是变数，那指数微分等于本身乘 ln 底数乘上面微分之一，分两个，这个就是 f 除 g， 这个是 df， 这是 dg， 除 ds， 多除 ds， 所以没有，会了没有？哎，离到指数会不会微分啊？再来一步，那个怪招，当然也可以换底再来做，但是也可以这样做，也没问题。啊，哎，这种那个等式不习惯，再来一个。哦，这一个看起来就比较缓很多。哦，二十四的两边取 log。把它变成一堆一堆一堆慢慢算，我不讲，我不讲，我不讲，来，再来一个 y 等于 ln x 的 x 次方，我要做啊，把这个 ln x 当作变数。x 当作常数，你的微分是拉下来乘次数少一次，乘里面的微分 x 分之一，加上本身乘上 ln x 两乘哦。乘上没有了，快结束了，好、哦，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，好、哦，可以了，还是把它关起来，可以了。